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授枭雄。With Miss Noragon, I'd say your chances of winning the fight have increased, but I'd still keep my eye on those blighters if I were you.就变简单了。你把我双杀的人弄死了啦！我没有双杀成功，我说他不晓得哎，我觉得条件应该有符合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Evie and Jacob Fry, and as of this moment, you all work for us.哎，对啊，如果伊维可以穿爱丽丝的衣服，雅各是不是也可以穿雅诺的衣服？我现在伊维增加血量好了，觉得他血好少，好容易死掉。八等嘞！好，我们先换人，看一下。雅各是不是也可以？首先先换这把枪，哇，这样枪应该就很强了。接下来就想骂这个吧。除此之外就没了。还有个秘密物品，腰带的话实在是没什么好换的。乔丹男爵是谁啊？爱德华 ，Agile， 居然没有雅诺，就是不能在这边凑一对就对了。两个效果是一样的，
万一炸效果的话，还是我现在穿的这个最强。我把它升级一下哈。看颜色也没什么好调的，这一档我应该都用掉，哎，没有哎，还剩很多点数。我先把战斗部分专精起来吧。巴顿术，巴顿术好像是哪里的武术啊？有点忘。然后点个让敌人不要逃跑好了，这个敌人会逃跑，实在是有点烦。主要这个是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好用。点应该好了，拾荒者。哎，我居然都没有点这个哎，这个应该要赶快点的说。我一直看到钱的符号，觉得它是撒钱，我就不想点。啊，点这个好了，这样搜刮宝箱的时候可以比较多钱。居然没有点那个重要的东西。啊，制作看一下，制作这边升级吧。哇，没钱了，好吧。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想做的东西。这个要等久等，我之前做太高等。那就先这样吧。都已经换到雅各了，离这个要近，先去打架好了。看能不能再多赚几个多重击杀的次数。觉得在一般战斗中赚又比较困难，到那个格斗场去赚的话就比较简单。不过我今天打得很差，搞不好会被打死。居然是这样打的！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好，
藏在桥下的俱乐部。真的要跑对地方吗？这里是伦敦的吗？哎，他死了。哪招啊？这也太弱了吧。这可以吗？双重啊，是不是要有闪亮亮才有双重？啊，两个目标都瞄准才行。哎，没有其他人了，好吧。超级弱，然后三个都变成高亮目标，这样才能够被判定为三重。好，我们继续第四场。好，我们先保留着。好，我们再保留着。哎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好，他死掉。保留。哎，我的三重嘞！啊，真的很难用啊！刚开始很幸运的可以连续都成功哦，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。啊！连双重击杀都赚不到几个。再 F 赛车好了，不晓得这个到底要怎么开、欸，我忘记了，我记得那时候有讲过。
破坏破坏。Easy now. Keep moving.诶，我好像开超过了，是不是？直线赛。然后再滑不溜溜的车。Let's go. Oh, I was so 不耐撞呢。根本就串通好的这些人，虽然我觉得我之前是这么说，如果都是小路的时候，话说不定反而这台车有利。哇，怎么超过前面那个是个问题？哇，我看那转弯。上来了！啊，他撞到，太好了。看我破坏！哇，打到后面就上来了！不不不不不，冲啊！冲啊！耶、yeah, ！他刚好挡，被挡住。不能这时候被超过啊！啊，好险，好险！我慢跑了，几乎整个伦敦市。赛车就一场而已吗？这里还有一场，又是英国赛，难不成又要跟火车比啊？好像还没有开过这种车哎、欸。开一下看看，这应该是，可能被我推着走。这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公车吧？那我常常看它停下来，然后载人上上下下。那我在想，这应该是当时的公车。
刚开始还以为他是卖冰淇淋。他是跟火车比。给我一台很滑的车，又是一台很滑的车。应该比较稳的，最稳的应该是消防车，然后是那个什么常见爱用低吼车，是不是？再来是这台。哦、我没有看到货车啊，像货车应该比那个低吼车再不滑一点。不过我发现货车如果刹车不按死的话，直接要甩尾也是蛮容易的。这一排车根本就是故意的吧？闪过，闪过，撞边边比较没有关系。封路嘞！哇、哦，太慢太慢转，哎，是不是切太内线？这台滑到我就算不踩刹车，它也可以直接甩尾。外线。哇，勉强转进来，比火车快还是比火车慢啊？有快了，有快，好险！我相较于马车，好像火车反而比较简单，因为它就固定的跑，不会撞。也不会挡住，只要有跟上就可以。好啦，那伦敦是我们刚从这边跑，我沿着这样跑一圈啊、喔。那我们伦敦市这边呢，应该都算结束了嘛。马克思或者是罪案，罪案好了，罪案半小时来解，应该解得完了。对，你看里面很多人。嗯，他是写的没有写 bus。这台好像撞击力也是跟货车有的比。它的转向感觉比较像是。消防车、嗯、他也不是很好甩尾，他还是很稳的那一种，可是他没有像消防车这么的稳。
他应该算是替代消防车跟货车之间吧。Who's a good horse? You are.原来刚刚是清晨呢，感觉一点都不像。Another chance. 啊，现在才是变晚上。One that I'll turn into a one a penny read for Purlock Publishing. Not along here. 大家真的很喜欢看热闹。实际上，走起来警察也没有阻止我。踩在他身上观察他。一名带着身份证的年轻女人被以相当暴力的手法刺了许多刀，伤口显示袭击者为惯用左手的人。柯南的那个对手惯用左手。一个小袋子有粉状药物的小纸袋，上面还写着崔佛艾尔顿医生的署名与地址。这安非他命吧，崔佛哎。他跟麦克一样改姓了。内含一本预约登记簿，上午十点崔佛公园，中午基尔伯特在他家。所以他应该是上午十点被杀死的。I should ask more questions. 小刀，就是沾满血液的凶器，很常见的厨房用刀，很一般的刀。我先去问问我们的崔佛，希望他不要把我射杀。等一下。把线索收集完之后再来问会比较好，一次问完才不用又来来回回的。亲爱的奈特女士，我想请你暂时停止开立厨房给修毕阁下。这条手机和其他医务室中的医疗记录一样，是由一位右撇子所写下的。左右撇子应该是很大的关键了。